心灵，你不过就是个废物。你快去，我在此处守住长天剑，保证阵法不会合上。快去快回。你坚持一会儿。龙鳞铠甲怎么会在你身上？你见过陆木生？陆木生？他在哪？我杀了他。骗素英是为了彻底断了素影的念想，让陆木生得以自由。找死！你把护心灵还回去，没有了护心灵，你不过就是个废物。天佑！天佑！也好，那你就去黄泉路上陪他。燕回乃我陈星山弟子，不劳素影真人插手。凌霄，你想包庇玄门的叛徒吗？险些害你致死，那是素影的错，又不是他的错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护心灵还在你体内，但又如何？放开我！